特别我咧想咧，我感谢你稳定，各国保守，也互我咧当这段啊宝贵时间，大家三百祝酒，啊，你要去享受我们画面话，我要甲你感恩，谢谢，当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年啊，看一个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人书啊。啊，像话《罗马人书》，咱啊有即几点啊，来当话，咱照安尼着来先来讲，来先来讲一个作者。啊，作者咱以前啊，伫经文咱都讲，特别对保罗，咱有啊真详细，伫遐来讲起哈。那个简单，啊，原来即个保罗，原来名叫做扫罗，啊，伊是大扫，啊，是天神啊，便雅悯支派，啊，伊个名啊。又话咧，叫扫罗，都是对扫罗文化翻出来吼，啊，真正学问真饱吼。啊，这个干嘛咧？啊，是伊老师，伊是严格的这个法利赛派的人哈。啊，伊阿伯啊，归主以前，伊是一个啊，伫伊家己的信仰内面，伊是法利赛人的中个法利赛人底下阿伯掠只基督徒，咩来掠啊？啊！信主以后呢，真做一个像伟大的宣扬者，福音的宣扬者。啊，得到啊上帝特别的文书，互伊写真侪书信哈，来啊阐明这个真理，真做新约经典的真要紧的啊部分。啊，伊传道啊，对小亚细亚到欧洲一部分啊，啊来建立真侪教会。把佮称作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也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捌受关卡，啊，是一个上帝的一个传播。啊，伫主后66年底，或者是67年初，啊，罗马东局伫遐个出发，啊，伫遐出道。啊，这个写作的时间，会使讲第三次传道旅行中间。啊，第三次传到旅行中间吼，保罗先生共写3本册，啊，大学生伊伫伊位所有住3年，啊，迄个时伫遐写哥林多前书，啊，离开伊位所以后，伊对着罗亚来到马其顿，伫马其顿一个所在写哥林多后书，啊，然后伊徛起伫该油一处。啊，这个该由伊是哥林多教会的会友的信徒，所以写作啊，大概会当真啊，明确来讲是伫哥林多城啊，即罗马人书底啊，啊，伊伫哥林多停留3个月以后，才去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迄个中间完成罗马人书，所以安尼推算，迄个写作完成的时间。大概是主后56年12月，56年底到57年初啊，这中间，啊是按说要写这本册，要写罗马人书啊，根据安尼学者才讲啊，因为伊有罗马的公民权，啊，真期待会当到伫罗马的首都啊，这个啊罗马帝国首都罗马，啊，佮拜访当地教会。啊，其他用罗马来做基地，会当继续阁往西边，像西班牙等等这个所在来拓展啊，这个福音。啊，希望伫罗马基督徒会当支持伊过来的阶段的宣教工作。啊，得着因伫遐来啊上班等等啊。啊，罗马已经有教会，啊，总是迄个教会是啥物人去设立？啊，这个啊，却唔知，总是呢，在这中间真有可能，真就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0章底下写着讲，啊，连耶路撒冷听过彼得伫遐讲过福音，啊，这个啊来自耶路撒，来自罗马的信徒倒转去以后，啊，伫遐传予因当地诶信啊诶这诶啊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。啊，是啊，信徒所建立的。啊，这个信徒中有犹太人甲外邦人，啊，两个中间呢，啊，存在有误解甲摩擦。啊，两方面呢，拢真坚持家己
立场。啊，保罗先生伫遐中间呢，也由我伫遐努力来解决伊个问题。啊，罗马教会呢，继续的成长啊，咱来看看这尼禄王吼，伊啊受尽煎熬，过了64年，得迫害基督徒。伊伫54年啊，大概54年受尽。啊，64年迫害基督徒的行动中间呢，啊，显示这个当地的基督徒啊，已经呢啊，伫罗马地区已经有显著的增加。啊，人啊看来看，哎，这基督徒甲犹太教无共款，地教受着啊，这个啊敌视。所以呢，保罗伫这个过渡的时间写这本册，会当讲是啊，要维持内部的合一。啊，加团结，啊，付出即款种种的努力，所以为甚物写这本册？咱看咧，大概有即几点的原因。然后咱看咧罗马城甲罗马教会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2:10，伫五旬节迄日，有对世界各所在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车，因为听了彼得啊的啊讲解啊，伊也传福音。啊，信的犹太人原来有徛伫伫罗马城，咱拄只讲，即速度很短，2:8只有话讲，啊，即犹太人倒倒伊家己原地啊，因徛伫个所在，因真有可能就是伫遐传福音，建立罗马教会。啊，即个人呢，啊，犹原有一挂人啊，可能徛伫伫其他个所在，啊，信主。以后，才刷去到罗马城，的这个信徒，犹原加入这个罗马教会，啊，啊，经过罗马人数16章，罗马教会至少有3个主会所在，啊，拢是家庭，啊，伫伯古拉、阿古拉的厝，啊，是伫阿顺基土啊顶顶的人的所在，啊，是伫腓罗罗果顶顶啦，啊，这3个所在，啊。咱看到罗马啊，伫保罗先生迄个时代呢，有拥有差不多4万至5万的犹太人，这城市渐渐地复得啊，自然呢啊吸引真侪外地来啊。另外，伫即个庞贝将军，伊伫主政63年占领耶路撒冷啊以后，伊有千数啊数千人犹太人到罗马底下。啊，最多的啊，得啊，其中有最侪人啊，以后得到啊，托拔啊，所以罗马教会呢，也有原有最侪只啊，已经做过奴隶啊。咱来看到伫主后49年，这个罗马皇帝啊，格老丢，伊有啊，挂掉就挂伫罗马诶，只犹太人啊，原因是啥呢？原因是讲遐有一个人主持这个这个 Christos 啊，引起社会啊动乱，真有可能呢，将啊弥赛亚这希腊字啊 Christos 改写做 Christos， 这个罗马普遍的名字。啊，城中的犹太人无要相信这个人的宣告，无要接受伊所讲。啊！伊是即个用稳中的即个弥赛亚，啊，伫遐搅乱，啊，地教皇帝下即个下令，啊，赶着来平息因个动乱。啊，其中有犹太诶基督徒，犹太人基督徒，即个阿古拉、伯古拉，啊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8章伫在底下所记载，伊必须离开罗马，啊，迁徙到哥林多。啊，总是咱看到。约5年后，这个皇帝来过身，啊，伊这个啊，瓦杜令就受废除，犹太基督徒、犹太人基督徒就陆续倒转。啊，即马即经过4-5年以后，罗马教会这个气氛呢，已经有所改变，啊，这个教会生活呢，已经把外邦人拉来拉去啊。啊，这个紧张性产生，所以两方面拢爱有所调整。啊，两方面是基于，这个犹太的基督徒、犹太人基督徒，因着爱适应讲，因唔是搁在啊
真多会当机会教会的一群人。啊，外邦基督徒呢，嘛爱适应起来，啊，对外面佫倒转来起来，啊，所愿才四五年才遐尼机会。啊，所以罗马啊，这个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有讲的话呢，拄拄啊，都是讲到啊，教会中有即款的紧张，哈、啊。咱即马来看下讲，伫律法这个用词啊，咱啊将会有可能讨论，哈、啊。即马罗马人书伫遮啊，这个讨论伊的用法，哈、啊。咱来看到，伫罗马人书中有出现。七十多次以上，头一项是来讲是一般的法律。第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讲，倒位无法律啊，倒位就无有犯罪啊，无有这个法律啊，就无算作罪。啊，保罗先生《生命观》内底讲，摩西律法来讲，也会当应用伫一般的法律顶面。第二就是讲一种的原则。啊！而且咱看到第三章二七节讲，既然也是安尼，会当你倒位来夸口，会使讲无人夸口，要用什么法？哦，这个法啊，啊是讲要用什么立功的法？哦，不是，拢这是要用信主的法。这个法甲律法是啊，同款的字啊，用法，这是咧指高这个原则来讲。第三就是咧讲摩西五经啊，第三章二十讲有律法甲先知做证啊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法，这律法就是咧讲摩西五经啊。先知咧就是讲古约其他的书卷啊。过来，过落去就讲伫指明这里，对犹太人来讲是归本的圣经啊。那咱今来讲是古约圣经啊。而且你讲，三亚律法顶面所讲的话，拢是对律法下面的人在讲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第三章十到十八节，伫遐引用啊，引用古约的诗篇甲以赛亚啊所在的经文，会使讲咧讲这律法是咧讲为本的古约圣经。过来，来讲最后一个，就讲生命中的本性。保罗先生使用伫遐了解讲。罪甲死的律，以及属活命性情的律啊，这个律也是讲个啊，生命中这个本性，描述基督徒的信主以前甲以后两种无共款生命的状况啊，即是讲信徒生命两种本性来讲啊，所以这个话比较了解。咱即马来看讲罗马人书的大纲。啊，第一章，伊即个讲所在，有即个讲啊，或者因缘，过来讲着讲世间人拢需要救恩，各类一个因为信称罪义，搁再来讲到上帝拣选，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底下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准则啊，然后社会就是底下啊来讲到。啊，清安啦、啊，问候啦、啊，啊，那看到第一章到第八章，就是论述一个人得到救恩的基本原理、真理。而且讲到世间人都陷在了罪中间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救的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受死，而且耶稣来得了上帝救赎。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。来讲，啊，这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呢，这信徒就爱有新的生活，基督徒生活准则，这个就是生活的箴言。啊，中间的第九章到十一章啊，查来讲说明啊，安尼犹太民族因伫上帝救赎计划的中间所遇到的困局。以及伊个展望，所以安尼十六章会当予咱啊看到遮啊，然后咱看到这本书个信息头一项，会当讲犹太人甲外邦人伫主内面合一，伊伫上帝面前呢，两个啊犹太人甲外邦人
地位上顶，所有的人拢是伫迄中间，这是一个啊，伫指明犹太人甲外邦人。头一项，第一点来讲，当古以来犹太人认为啊，官人一点是安怎讲？因为因自称自认有上帝所修书的律法，因照着持守律法，行格日守安息日，啊，有种种这清气的条例啊，啊，互因甲外邦人有所分别啊，这是犹太人因自认啊，官人一点，啊，那外邦人呢？在这个中间呢，起码在这个罗马人书这个中间，你看来讲，伊这个罗马教会外邦人已经比犹太人搁较侪啊。伊在外邦的基督徒比犹太人的基督徒较侪，所以伫迄地方认为讲啥，因已经取代了犹太人。啊啦啊啊！伫迄中间呢，哎，底下讲，我已经加做基督徒，啊是上帝拣选。啊，恁都无爱啊！我伫这中间呢，啊，赢过恁，这个中间的夸口的信号啊啊！第三，咱看到这个啊，保罗主张啊，上帝是用完全的方式来对待犹太人跟外邦人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为着世间所有的人啊，信心灌压伫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心中。啊，所以保罗就咪讲，犹太人伫上帝计划的中间优先性，伊只是暂时的，好。所以咱看了这两个啊，这两看了基督徒伫教会内面产生的紧张。啊，犹太人啊，犹大的文献内面常常提到讲，外邦人是一个罪人，是有罪人啊。保罗伊对此个传统真熟悉、真认捌，对，啊，所以认为讲外邦人啊，伫这中间呢，应该会当通过上帝所创造的物件来反省、来认捌这个创造主啊，这个罗马人书第一章19-20节，以及这个啊智慧文学啊。内面有安尼写啊，啊，外邦人呢，却无要通过这些物件，上帝所创造物件来敬拜主啊，来祈杀主，反倒转来拜这的受造物，啊，无要敬拜上帝，反倒转来行歹，啊，所以上帝呢，要公义来审判行这的代志的人。那是安尼讲个，上帝公义，而且伊基本的前提就是咧讲个，伊的审判是公正的，是无偏我，所以站伫上帝审判台前，无有任何人会当有得权啦。啊，袂当讲因为犹太人啊，因有律法，因有守格咧，啊伫上帝面前呢就得权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因就甲外邦人无同款，啊，较要紧的，就是亲像第二章所讲，啊，得爱行得爱正确，行伫上帝啊的啊道理，哎，这个路上，吼，所以犹太人甲外邦人伫罪甲救恩的方面拢同款，即保罗先生伫遮指明，拢得接受。上帝的耶稣里面，按人表达的文德来接受、来相信、来称罪义啊，所以保罗宣告，就是福音的要义，就是啊，出于信啊，地告的信啊，所以咱讲因为信来称罪义啊。那是安尼，保罗的家伊是否定一切，家己夸口的理由。伊嘛否定啊，有任何观点底下有我的这个想法，这也就是初期教会分裂的原因，兼在伫咱现在教会有关共款的原因啊。
所以犹太人未使阁因为伊家己有特权，用外邦人来夸口，外邦人也未使来用犹太人来夸口，因为外邦人是受接伫即个葡萄树顶面的即个葡萄枝。上帝伊会随时将这个外道犹太人搁甲伊啊接倒转来啊，所以伫这中间就是啊，咱做基督徒的啊去理解这个啊。然后第二点，伫这个信息内面呢，就爱顺服、信服这个真理、真道，都发予犹太人甲外邦人保持啊分别。啊、哦，这个角色已经结束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信心和公义的行为是啊，一切未使啊分离的。强调啊，行义的人就是上帝所欢喜的人。上帝无偏待犹太人，也是外邦人。上帝伫今仔日来讲，伊嘛无偏待讲基督徒。也是非基督徒，这个咱要换一只啊来啊，较跨度来理解啊，上帝要换是啊，你看啊，落啊，灌压产生伊啊，要换是落雨啊，灌压或者基督徒的产生啊，要换非基督徒也白白得着哈。那要换一只，看咧上帝下面。啊，犹太人基督徒啊，以及啊，这个外邦人基督徒，拢在上帝下面，甲上帝和好。啊，这个呢，就予咱啊开始啊，予咱啊来行伫正信、正义的这个路程的中间。你各位拢得爱伫上帝审判台前，交代咱伫世间所行的一切。咱的言行举止啊，咱拢伫上帝面前来遐啊，伫个上帝审判啊。过来，保罗先生又完通过保罗啊，这个罗马人书来纠正当时的人对伊所传的福音的误解啊。伊所传福音呢，伊伫这里讲讲，为甚物无安尼讲讲？哇，安那安尼呢？上帝都是下面人。按咱当做派来正最好哦，不如是你明明讲，这是诽谤咱的人所咧讲啊，这个话啊，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，伊并无鼓励人对罪来啊来松懈啊，伊并无讲哦，安尼人会当真自由犯罪，伊反倒要要求人。爱杜绝罪恶，杜绝罪啊！哇，古人讲就是爱完全甲罪断断绝啊。那说的，就是伫遮来咧讲着讲信徒按罪来死，伫基督耶稣基督内面的死的顶面，甲耶稣基督结合，搁伫伊的国外的话，甲伊同国外，所以呢，活出新的活命。就因为安尼，无搁再顺服的情欲，无搁再活伫罪中间，乃是属奉上帝，真做上帝公义的器具。信徒因为信耶稣，脱离了罪甲律法的捆绑，好，信徒会当对心来顺服，来信服真道。第三点，咱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信心。第一章到第八章，直接呈现上帝公义，无有任何物件、代志啊，会当叫咱甲上帝一听来结账。上帝。对一些的信息的问题，依然同款。那安尼咱看来讲，这一些必须这犹太人，是不是讲甲上帝定隔离？啊，那上帝要安怎样来实现
伊对以色列的信心。上帝讲，伊要安怎来彰显伫以色列人百姓的心中？这就拄啊伫第九章甲十一章，保罗先生伫这个贴面。犹太人既然是上帝选民，上帝依然为着因来准备救恩，上帝话未去落空。哈，第二点来讲，由这个罗马教会的信徒所遇到问题，甲加拉太安提阿遐的基督徒所遇到问题无同。哈，因为伫安提阿的基督徒因遐所遇到就是。这外邦基督徒感受到，因受轻视，受到犹太基督徒啊，看作那像伊是啊，这个较次等啊，较低等的这个啊朋友，因为因得爱个受律法，啊个受要求，爱受家的顶顶者，这是加拉太基督徒啊。即个犹太啊，即个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呢？因所面对的是安怎？是这罗马教会因外邦基督徒人数较侪啊，较优势，所以敢若亲像因歧视犹太基督徒，只个各种啊，只个啊，因遐个风俗啊、习俗，因着爱行割礼啦，啊是讲着爱过啥物过只节期啦，啊啊是啊，因着爱过有啥物洗手啦、清洁个只日历啦、等等啦、洗完尿日啦啊等等只个啊。一个啊，即款的情景，所以保罗伫只回应，确实上帝契约的即个信心，因提醒外邦的基督徒讲，爱重视伫因中间犹太人的基督徒，因为因受接纳，就亲像死佮活同款啊，所以呢，因着爱伫遐袂使轻视。去刷落去，上帝精选的这个模式，这点咱直接来看。咱看了讲，上帝精选雅各啊，启示以色列，来论述以色列人的身份，得爱通过应允甲精选，这一个难题啊。咱是免问讲，安尼上帝是不偏心啊？啊，那接下来论述。讲安尼，上帝是咧做不主，做不主呢有绝对的主权甲自由，甲亲像一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做鬼的人，伊也这个土客客，看伊要念伊所必拢会杀，啊，安尼讲也嘛真有理咧吼。啊，上帝啊，会当呢自由拣选啊，什么人来进入加做上帝的新的子民啊？伫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，哎，安尼讲起来，咱即摆看来讲，啊，你先知也已经伫遐有先代啊警告，那有告讲，以色列百姓呢，有要拒绝福音的代志，安尼新的难题佫产生呢，咱佫问呢，啊，咱人的责任的问题伫倒位？啊，上帝既然有定人上到煞尾的行为。啊，为什么搁在咧责备人啊？只爱啊偏行，只爱行罪呢？啊，保罗就问这个问题哦，已经超过界线啊！因为作为主吼，无管咱啊做这个作文啊，受作文吼，无管咱过问作为主的问题哦啊，所以这个上帝精选的问题，实际上讲起来。啊咧啊，历代拢是那只伫遮咧讨论啊，那照过了只讲下讲，人都受造，你都无法度去过问是受造遮个问题，所以可能这个问题，咱放在脑海中，咱那个继续家己去敲锤哈。来，咱就继续来看，伫以色列诶被写作何，以色列因伫这中间一些人，因真坚持。来持守摩西律法，热心来遵行法利赛人的主张，来照着守律法，啊，福音甲外邦人无同款，啊，这啊不啊就是过去真高尚的一个生活目标，总是即摆呢，因为啥呢？
即卖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因就无去贪即款的知识啊，所以因过去就未到，即卖啊爱改正啊。所以已经耶稣基督来，已经结束律法的时代，所以以色列免阁啊通过律法来吃罪义啊，啊因为因阿个持守戒律，所以因犹原是一个罪人啊。咱加加背的这中间讲，基督徒群体生活就是爱顺服的性命的侍奉，表达对上帝恩典的感激。所以伫罗马人书十二章啊，保罗先生遮诶开始咧安尼讲啊，讲所以兄弟啊，啊用上帝慈悲来看咱，来将身躯来啊当作活祭来献乎上帝。啊，就是圣洁上帝所欢喜的，啊，安尼来侍奉，就是上帝是啊理所当然的。话句来讲，在基督内面，咱正做一体，啊，在基督内面，大家互相欣赏，互相伫遮欣赏，啊，对伫这个群体、信仰群体啊所做的这个贡献，应得。安尼来讲起来，听主宾。就是啊，来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。安尼讲个，也基督徒啊，对起即款报复的代志啊，基督徒就无安尼来做，因为基督徒已经脱离什么？脱离家己罪恶的这个捆绑啊，因为已经受啊罪恶而去的受救赎，因为安尼呢？人的这个敌意还是恶意，咱就无搁在底下做回应啊！啊，是用上帝啊，耶稣基督只讲用好赢过歹的方式来加做啊，基督徒的生活准则。伫啊，煞尾耶稣基督拯救日子来临的时呢，啊，请耶稣基督啊的救赎来弃绝啊！各样的这些私欲、情欲等等这些，所以咱今嘛生活在这个世间啊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予咱啊，予咱有新的活命啊。所以那是安尼，咱看到保罗先生伫遮的教导，伫遮接纳啊，伊伫遮就讲有严格犹太教趋向的，以及倾向的，以及认为。啊，这些基督徒啊，无有义务遵守犹太律法的这些人，在同一个教会群体内面呢，哦、啊，要安怎互相伫遐大家啥包容、他吞论啊，大家伫遐彼此啥接纳，这是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而且真要紧的指导啊。啊，基督徒爱用听。关怀心最出发点，啊，放弃家己的自由，甲啊其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，啊，所以袂使和家己的顾虑，也是家己的想法，成做一个新的律法来限制别人，啊，袂使因为家己的喜好啊来。啊，认为讲啊，什么人属伫教会，什么人不应该伫教会，嘛袂使伫这中间呢啊，来互教会群体产生动乱不和，对不对啊？结尾咱也看讲伫这款咱安尼啊，罗马人书啊，甲咱啊属奉的关系，头一项就是咱爱除去这个骄傲甲偏见啊。保罗伫只论述犹太人甲外邦人，上白白拢伫基督内面受接纳，完全是因为上帝主动的听。啊，那基督徒因为共款是出自上帝的主爱，所以咱有得到拯救，有得到啊，即个啊活命啊，即个恩望，咱袂当因为咱是伫。上帝主民内面的地位，而且外口
话句话来讲，也袂当因咱是牧者，还是咱是长老，还是咱是执事，咱是任职者，咱是干部来伫遮夸口。啊，也袂当伫啊，袂使啊，轻视咱啊，即、这个啊，教会上个厝内的其他人，佫袂使轻视遮，也袂真做咱的群体，即、这个徛起伫咱外面的教会外面啊，遮的啊。不是基督徒的人，咱有缘爱在上帝听内面来，这圣经啊，我伫今仔日那有传伫一个啊，都在准备中间，拄啊有这个啊，人传一个啊有关啊一个二十几岁的这个啊查某囡仔啊，这个死亡文即款网络的消息，伊个父母会真艰苦心啊，来用出来。我是感觉讲即个啊，传染咱大家啊，拄拄啊，伫这中间，这是咱现在台湾所面对的同性恋啊，一个啊两性平权这问题。而且，不论甚至有外国的即个同性恋行为，甚至下低基督徒的生活，同性恋的行为啊，那照罗马人书第九章八节到三十二节。是真多真多，诶，这个啊，这个邪情私欲中间诶，其中一项啊，保罗先生伫遮并毋是啊，完全对着同性恋问题提出了批判啊，有还有解决，咱来对啊经文来看哈。啊，因为啊，你有遮多遮诶啊，人诶啊，这个私欲啦、情欲等等遮，地界互人啊，真多。啊，或者诶，是啊，欲望啊，诶，受害者啊，地教会就失去方向感啊，失去道德啊观念，哦、啊，咱看到啊，台湾诶，这个情景，有法会当理解啊。啊，而且咧讲起来，互肉体情欲支配，其实显示出啥物呢？显示出一个人，而且无尊重这个啊。创造的宇宙主宰，无要尊叹上帝创造的特殊，伫遮来啊，这个颠倒了人的本性，地搞人类无要顺服上帝，放纵私欲，哈啊！当然有人讲啊，这个啊基因遗传的倾向，总是咱来想啊，不如伊咧讲。是毋是拄咧提醒咱啊？保罗先生这话提醒咱讲，人诶自然诶倾向、遗传诶倾向，都是反映出咱需要上帝救赎这个属性。你人就是爱需要上帝救赎啊，人啊拢是犯罪，所以伫遮保罗先生伊提到讲啊。啊，即个拜偶像的啊，哎，因为即个邪僻的心呐、啊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当，即、这个情欲啦，等等，即个指出人类固着家己的宇宙特殊中的地位，啊，固着家己的上帝创造的即款的啊，即款尊严啊，即款地位，伫家己生命中间无要尊重独一的精神啊。是的，啊，咱看了波罗先生一多多一当诶话，一当互咱去啊反省啊。过来讲到人性啊，这个中间是包括咧全宇宙当中受污染啊，受腐化腐败。所以咧，波罗先生伊无认为讲主人性咧，都是上帝对咱个体一切的心意，多多啊，照的头前所讲啊。也无接受自然倾向，就是啊，人讲啊，诶，道德标准用这自然的倾向来讲，不如一只真啊，强调就是性情甲这肉体情欲的作战，甲性情伫遐当行，无顺探肉体啊来得到啊来得过啊得胜的生活，来咱看咧安尼，不如先去挑战基督徒。爱地力来啊，脱离情欲的支配，这也就是上帝所赐信实的应允，呼吁人爱啊
伫死伫地上的这个啊肉体啊顶顶，啊将这个啊私欲当定伫十字架顶。啊，这保罗所讲，对咱今仔日伫台湾社会的氛围，敢毋是真正啊凄惨哈？来，保罗伫遮敢若像咧讲，欢迎所有追求耶稣救恩的人来求恩主。信徒群体有责任彼此支持，因咱拢是罪人，咱拢爱谦卑，完全来挖掘上帝仁慈、上帝的这个怜悯。所以，这中间咱对待啊，甲咱无共款的啊，这个性的啊倾向的人，的一个心态太多啊。来，即摆伫这个。罗马人书又原来讲的基督徒甲政府的关系，保罗伫这款的罗马人书十三章的教导，敢若亲像互人伫遐来使用，亲像咧强化极权的统治，啊伫遐来限制改革的推动力，哦，人得爱去顺服。啊，这个极权啊，啊是讲只爱诶啊压迫只个人，得爱去顺服引领只个。其实保罗伫遮所讲的是啥呢？保罗伊讲人爱顺服掌权的，伊先决条件爱清楚，咱爱会记清啊。比如讲掌权的，即个掌权者是上帝的萝卜，伊的官兵是上帝所赋伊啊，所以伊的官兵上帝所赋伊。所以必须爱照上帝意思，伫遐来啊，照公义来施政，必须爱推广上帝对人类社会群体的心意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认可。这个真要紧啊，就是爱啊，照上帝所赋予照上帝心意来施政，来为着百姓。无福利，安尼上帝才认可哦。那是安尼，基督徒必须爱对政府，伊是毋是有落实上帝心意这个角度来看待啊？这个执政者必须爱有先知性的批判态度啊，来顺服啊。这个人人包括执政者，拢总爱顺服的。上帝权威，哦，这就是咱看来讲啊，甲政府的关系，基督徒甲政府，咱伫这中间呢，这个执政者，伊若是行歪错，咱就爱知影啊，底下有先知性的批判态度显明，咱搁较会记这个，这本册所写的时间，这个尼禄伫主后五十四年。来指挥，伊个初期呢，施政啊，有带来社会稳定甲公义。啊，保罗先生拄拄伫伊即个初期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个中间，写一本啊《罗马啊经书》。主后六十四年，即、这个尼禄对基督徒真无情个迫害等等，啊，即、这个政府互百姓惊吓、恶望等等。咱试想，保罗若假使伫即个六十四年以后，呾写罗马人书，伊是毋是会写即、這个啊同款啊罗马人书十三章啊人甲政府的即个关系啊，即值得咱深思，咱会啊值得咱去怀疑等等。哦，有关罗马人书，大概咱讲到这个所在，哈、哦，咱刷入去来进行啊，这个哥林多前书、后书，哈、哦，这个是保罗先生的第三处旅游团的所写，哎，这三本书中间，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先写，然后哥林多后书，最后是写这个罗马人书，哈、哦。咱大家先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特色，而且啊，保罗先生写乎家己所牧养过教会，伫遐咧谈论啊，教会内面的事务，甲这个啊
信徒生活问题，内容实在是真丰富，啊，真正对咱今仔日教会生活有真大的帮助。伊讨论的题目，而且中间讲信徒要怎样甲啊，这个世俗有所分别，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。啊，教会有真侪问题，啊，这拢是受救赎的人，啊，所以保罗先生呢，伊完成做信徒，啊，既然是安尼，啊，伊原本先底下要求爱用啊管的一款啊属灵的标准来过新型的生活。啊，保罗对教会生活的要求底下要求合一，啊，啊，伫啊，你若有啥物文书啊是表现，迄较基础，啊，保罗底下来滴啊，来使讲啊，至少跟着教会因主歌主带也结到分清，啊。在讲山头连接啦吼，讲有山头啦，啊破坏合一，这是底下啊结冻啦，吼、哦，啊保持教会特殊呢，就爱迁都加少，啊保罗先生是伫个中间讲，哪有人无要悔改呢？会使来结束教会，啊，可以底下这家己自我反省，哦，这我那不计严格哈，啊信徒生活啊有真多遮的尊敬啊尊敬，会当伫遮来尊叹，啊。啊，保罗伫遮伊反对啊，大家伫会友伫遐三小个啦吼，伊讲若是有对有地沟即个问题，就爱用贴心寻求即个解决的方式。啊，即咱值得咱啊今仔日啊即个教会来当来三甲啊来思考怎样来做啊。啊，对独身的问题，保罗就咪讲，假使真人独身呢，也当专心来侍奉上帝，啊，这是真好个代志。啊，独身唔是一种缺陷。是一个真积极的一个选择哈，啊，过来当然伫个中间来面对，就是讲啊，不如是先伊底下像奥车这互相的物的这个问题啊，现在刚才咱台湾的社会来讲啊，伫咱一个信徒要怎样伫这个互相啊，真济诶即款的社会甲起来话，帮人三个交往啊，啊，过到伫生活中来啊，持守这属灵的原则哈。啊即、这个伫第八章、第十章，我安尼来讲啊。啊，保罗先生伫即个指教中间呢，有缘啊，用贴心来指教，表现出伊是贴主啊、贴人，诶，一个啊，真好诶，牧者诶典范。这是伫啊，即、这个啊，保罗第九章所讲哈。然后呢，看咧保罗先生伊啊，真啊，要紧讲着讲啊，教会特殊啊。特别伫迄中间，啊，讲到即个方言的问题啦，啊，语言的问题啦，啊，是有超然的文学的运用。十二章到十四章中间所讲，吼，啊，即、这个拢爱伫迄种爱有即个特殊来进行，啊，啊，佮讲了啊，国王啊，耶稣基督再来，啊，信徒要将来的即个情况等等，最后十二章讲到。啊，保罗先生也宽勉，啊也祝福，哈、哦，这大概是哥林多前书所讲，哈、哦。然后咱要来看啊，哥林多后书，啊，哥林多后书的一个真信息，真要紧，咱来讲，一个真成功的啊，这个啊，侍奉者，哎，一个真成功的这个牧者，啊，牧师，啊是学者，这个神学家、圣经学家，到底？而且是因为伊家己的本领，也是我个上帝的归人。这里个人都前书，啊，个人个后书真清楚啊，讲出这个啊。保罗咧讲的对象就是讲，遐个对当时文化规范，也是当时遐个啊听众，哎，这个其他哦，有即款的教书。因特别伫个中间呢，啊，要提悬家己属下权威。伊伫个中间呢，啊，像保罗呢，啊，伊安尼哦，贬低，啊，哎，安尼伫遮咱看咧讲，一个人要怎样才当做基督徒的领袖，啊，因用符合世间世俗的价值。来回答，这是遮个教师保罗先生所咧讲遮个对象，完全甲保罗先生用耶稣基督
最基础啊，而且生命价值观啊，无共款。对保罗来讲，下个啊，教师说的啊，讲的是啊，误导是真正严重。只爱敢若像着对敢若在教会信徒所面对这个假教师呢，同款严重啊。咱要看着这个假教师所讲啊，这对手因所推崇的啊，是咧讲另外一个价值的观念。因有一另外一个耶稣，另外一个福音，另外一个神啊。伫咧哥林多后书十五章第四节，因强调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这个啊物件咧，想讲啊，这个反对的物件，讲啊，得爱甲人好好啦，唔当甲人做比较啦，啊，唔当夸口家己温素家己的成就啦，啊，唔当看家己比人佫较优越啦，这个哦。啊，这是保罗先生说的反对者，哦，啊，起来啊，反对者，这告诉呢，曲啊，第一中间呢，用起来啊，最要紧，因第一凭家己外表、家己资历，哦，来树立家己，啊，上帝眼光呢，因为安尼来消失不见，啊，所以保罗先生而且啊，伊特别伫咁多好书前讲者讲，起来呢，现今的世界拢要过去。所以世间上认为讲真有价值的，啊实在是无一个会当永远留的。啊，保罗先生的福音核心就是讲，爱叫人爱来学耶稣基督，来顺服上帝，以家己本身来放下家己顺服上帝。伊的死啊，人咱得爱甲伊同死，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果子啊。啊，现在的肉体呢？啊，所有的肉体会啊会败坏，个我的身躯才是真正荣耀个归人。这里跟个何书而且所讲，人一切的资料拢会啊会来啊来消失去。所以死亡的进程的这一切呢，很明就是啊死亡的进的面前呢，这拢很明最无其他。啊，所以这对手这告诉呢。啊，敢若亲像啊，对这个啊，拍这个这个魔神呢，会渐渐会退了这个荣耀啊。只有上帝才会当予人有够也资格啊，来宣告上帝话语啊，才会当伫遮来遮咧。所以，这个保罗先生，伊表明呢，伊家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伊家己成功，毋是因为家己的胜利。伊是很灵，伊的成功是因为上帝啊所赐予的规律啊，伊家己受苦无见效，反倒倒互伊家己更好资格成做上帝的使者。伫软弱中间，上帝规律更加显明啊，互因会当更加得到上帝荣耀顶顶。所以成做上帝的福音的真正使者，都是爱什么呢？会当来控制两种的气头，好一个就是唔通啊，互家己看见哪真相，互人看到啊哪真着神啊哪真上帝，啊无亲像人啊。第二呢，唔通互家己加做别人所挖过，啊是啊，互人底下啊信心的这个焦点啊，这个互人看到。啊，所以咱看到即马啊，这两点是毋是伫世界上，也是咱咧去参加集会，哦，什么人哦讲咧哦，然后一大家做遐咧，啊，所以伫中间咧啊，互人看到讲，哦，对一个是大牧师，哦，对一个是大学者，哦，啊，人看咧咧啊，用伊啊做中心啊，来看这哪亲像啊上帝咧。哦，啊，互伊呢，啊，看咧讲，即个人所讲的，啊，即、这个，啊，即、这个是毋是，啊，都，哦，那是伊，啊，即、这个牧师来离开，啊，我咧，啊，要对离开，哦，啊，无伊袂使，哦，等等遮个，啊，是无咪，啊，一个长老，哦，我来看伊最大，等等遮个，啊，即、这个拢是咱伫即个中间，保罗先生所咧讲，啊，真要紧，即两个起头，啊，啊，保罗先生伊属方个模式。伊就是来经过耶稣基督最模式、最模样，伊伫啊徛伫耶稣基督啊来做啊基础啊，学习主得到主的肯定，
比得到社会上的肯定更加重要、更加宝贵。社会爱咱啊，伫遐来累积投资啊，那亲像来得到经济上的补充。耶稣却叫咱啊，爱投资伫善恰人、妖怪人的身上。社会上爱咱来结交起来伫事业啦啊，顶面呢啊，当啊。啊啊，即、这个真伫中层阶层的人啦、啊，啊，会当予咱事业发达，啊，会当予咱飞黄腾达，啊，啊，耶稣却爱咱的，结交遐弱势啊，病人，也是即个社会边缘人，等等。所以耶稣一路都是爱予咱啊，会当带来更加宝贵啊，伫上帝面前的肯定，即啊，若是安尼，咱看咧基督徒唔通用世俗标准。来衡量这个价值，也唔通用世俗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咱家己。咱是一个受新创造的人，在基督内面，咱渐渐成长，咱真多哦耶稣的样相，咱无凭外表来夸口，也无搁再为了家己来活，是为着死搁外主的活。啊，耶稣为咱死。啊，是改写咱人生的目标。咱不过啊，为着家己一个扬名立命等等，咱来主动伫主内面自立来服侍，伫主内面来建立啊，这个丰盛的生命。过来一点，咱讲到保罗所讲一个关键的信号，因为保罗伫这个哥林多后书伫遮有讲到啊，这个奉献啊，因关系。啊，代志啊！啊，即个有机会来奉献捐款奉献，即是出自上帝恩典啊！通过咱的捐献，会当帮助人显出一个基督徒真正真诚的贴心。不如特别指出基督的疼，显明伫基督真多善恰啊，让咱真多富足。所以基督徒帮助人，这是上帝所予咱的一个特权，也予咱会当对上帝对咱的疼做出一个感激的回应，通过咱的奉献啊。因为安尼，上帝予咱丰富，搁有能力来付出，因为上帝赏赐咱来一切，啊，咱来回应上帝的疼啊。啊，不如。通过这个啊，这个、教会啊，因爱支持关联的这个计划，而且啊，互教会内面人人会当平等地啊享受啊资源，啊会当理想完美，伫遐来显现信徒彼此的关怀啊。这个环境建立伫倒位呢？伫这个啊，出埃及记迄个玛纳，上帝的旷野，收属玛纳的代志顶面，信者顶面，这个玛纳，逐日都要去捡，你捡较济也无效，伊啊难捡。上帝予你的就是够遐，无过量，啊也无予你欠亏，啊人伫啊享用的资源，拢是对上帝来，伫啊教是信徒。啊，无论啊有啥物，咱拢是对上帝领受的。啊，咱啊有属灵的车，的上帝所赏赐的，咱就是爱为着啊大众的利益来付出。啊，照上帝所赏赐富足的人，穷极之爱啊贫困的人，还无够着来发发。好，哥林多后书伫遮安尼来强调，所以安尼来讲起來，就是领受的，甲啊，这个啊，啊，这个应该啊，这个领受的甲含这个施惠哈，啊，这个两者啊，叫施惠者啊，是受惠者，爱互相伫遮啊啊，伫得到利益啊，心存感激，彼此关心大度。啊，当受上帝恩典，透过资源分享，建立基督徒的这个群体，就是今仔日咱的教会啊。以上，那就是罗马人书
甲哥林多前书、何书三甲一节，安尼啊，简单啊分享啊。好，哎，三甲来感谢，特别我的兄弟们，我感谢你稳定，我领受啊，最最。在你的面前求上帝啊，复管过来的时间，会当好好直接来消化啊，来搁较认捌上帝的话命的话，复管人生的路程，因为你啊的救赎，复管的人生啊，充满欢喜快乐，过丰盛的生活。在你面前，感恩谢谢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